本期话题：产后下面松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？孙晓光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女性阴道松弛，就是在分娩之后的松弛呢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。因为女性在分娩的时候呢，由于胎头的压迫哈，这个盆底肌呢，伸展，过度的拉伸，甚至呢有一些肌纤维都拉断了。所以说啊，生完孩子以后，那个阴道变得松弛，膨出，排尿不能控制等等，这种情况呢，在产后42天呢，通过那个调理呢，也会有一部分的恢复。